来，感谢朋友们支持啊！参演的演员真不少，是吧？挺多的。放那谁的？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跟成快点，当着个路子，快点，还得赶场。我们是西蒙集团要曝光给咱们的新闻，因为我知道太热了，那反正热来点点关注啊，时间拿捏的刚好，正好午饭，是吧？午饭了，都得吃饭了，人吃铁，饭吃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对不对？这也吃不吃中，那个吃中。什么黄金？想吃鸡蛋，我吃。啊？我疯了，想吃鸡蛋。想吃鸡。现在买个市区，男的怎么上哪里卖鸡蛋？我卖的。他们家的，他家卖盐的。对呀。一鹏啊。啊。我们几个伙伴。我们。哎，公园大门开了吗？开了。王闯，开了，开了。还有一场，我还有一场，我得赶紧赶场。我还有一场。感谢朋友们支持啊！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呢，给主播点个关注。主播该下播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再唠一会儿。不吃午饭吗？还得一场，演完再吃，演完再吃。嘿嘿，抓紧时间点赞，看蓝天白云多好。马上六一泼水节就开始了，五一过后六一。是吧？然后就八月十五、十一，是吧？看看，绿植比较多啊，森林公园绿植比较多呀。感谢啊，演完出了。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再唠一会儿，该撤了，再唠会儿该撤了，嘿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下来开始干活了，对，还有一场啊，还有一场侠女飞天，你们在网上看的那个侠女飞天就是主播演的，好多人不知道，也没露过脸儿。看狗熊啊，我还得演出呢，没时间看了，狗熊看不了了，狗熊还得，我这边还有一场，一看就是来过我们万岁山啊。看还有一场赶场啊，对，我们这儿咋说呢，开封是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啊，它那个下边呢有七座城，可以堪称说是世界上的世界奇迹，知道吧，没有哪一座古城一直在围绕那个中轴线啊不变的，
是吧？它以那个龙亭为中心，它的中轴线一直是在那儿。感谢深海狂沙送的玫瑰，感谢支持啊，是吧？而且开封它只有推展这个旅游业，工业化带动不起来，是吧？而且工业的话污染是很严重的，它只能推动旅游经济，旅游开封的所有旅游业，是吧？反正各式各样的，各有各的特色，有江南水系的，有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主题的，有北宋历史武侠文化为核心的，是吧？等等，代驾去卫视去，你去吧去吧，感谢感谢啊！下播了，朋友们，下午见，没时间了，下播了。